艺代表大成，我的专业是茶叶的制作跟辅导农民怎么做茶。那茶民对茶有三个坚持，第一是坚持不使用化学肥料，第二个是坚持做好每一道工序，第三个是坚持100%使用台湾茶。那有好的茶树才有好的茶叶，那我们从茶园的土壤到怎么种植、怎么栽培、使用什么肥料，到怎么制作、到怎么烘焙，每个工序我们都非常的清楚，并且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怎么做茶、怎么喝茶才会好喝。对，那茶园店需要大家引荐的对象是喜欢喝茶或是观光媒体。对，茶园店专注于每款茶的制作，茶园店 Charm Choice， 谢谢大家。